预注水沟安装放置作业。哦，那之前的话已经有先开挖好了哈，那水平的部分也先测好了，那现在单纯只是放置水沟而已。刚刚放置第一根水沟，现在放置第二根水沟。那放完的同时，就是测量它的一个高度。那个完成面要跟着道路走啊。